今日同大家嚟到呢一个嘅大型服务式住宅楼盘竹篙湾去睇睇啊，楼高两层啊，咁啊属于啊呢一个低密度形式嘅洋房啊吓，咁啊入到嚟单位里边咧，我哋见到咧就交楼标准啦，咁啊系有电视机啦，两张嘅单人床啦，冷气机啦，咁啊所以咧可以话咧系适合单身或者咧系情侣或者系新婚夫妻啊吓，咁啊跟住咧仲有配备呢一个嘅衣柜啦，咁啊厕所方面咧亦都咧就系相对宽阔。咁啊，见到嘅话咧，仲要唔系黑刺添啊！哇，真系放心啊，大家都咁啊，出到嚟咧，你会见到啦，咁啊系间隔面积啦，呢一个嘅建筑同实用啦，都系冇遮冇挡嘅，咁啊，全部都系对等噶吓，咁啊，所以咧就你如果讲翻呢个生活配套嗰方面啦，咁啊，其实咧一啲都唔需要担心啦，因为你唔出得去噶嘛，咁所以咧其实有冇咧系唔关你事噶吓，咁啊，屋苑咧好贴心，一日咧就提供三餐啊，七点、十二点、六点啊，咁啊餐餐都有得你食吓，咁啊饮品啊自备啦，唔该啊。咁所以咧就呢度咧一眼睇晒啦，分零钟就可以咧睇完一个嘅楼盘。咁发展商嘅目标系乜嘢呢？目标就当然就系你哋全部人入到嚟嘅时候啦，健健康康咁样出翻去啦，先至最紧要啊！咁所以咧，大家咧都要记住啦，咁啊成日都要啦戴住口罩啦，咁啊勤洗手啊，希望各位咧能够咧都可以啦，就系健健康康啊！系啊，企到最角落嘅位系门口。咁咧，其實你都有足夠嘅 space 嘅，即係佢又唔係話真係唔夠位俾你。呢個 space 咧，你做 stretching 又好 ，zumba 又好，都絕對夠位啊。咁實用面積係達到100%。好，嗱，佢有其他 basic 嘅物資俾你啊，牙膏啊啲咁樣啦。但係咧，冚嘅嘢即係得呢啲嘅啫。點解我要帶自己嘢呢？就是、因為我唔 expect 佢真係會俾我冚啲最亂嘅嘢。嗱，呢個乜咧？呢個係枕頭，呢個就係唯一嘅一張被。而呢張被嘅呢張被嘅質地其實唔係話羽絨被嗰啲被嚟嘅，咁所以咧其實係唔暖咯。咁所以我係冇後悔過自己辛苦啲 pack 曬啲嘢過嚟。咁基本上呢啲嘢你用完一次，你都即系用完一次隔离营，你都唔会话攞翻翻去噶啦。我自己咧就带咗个呢啲助战嘅嘢啦，喺嗰啲100N store 都可以买得到。因为呢度真系好冻，个厕所都觉得好冻，所以你坐落去你会舒服啲咯。吓咁，同埋提议大家都带少少洗洁精啊，同埋洗手液啦。